象征。留在地上象征。象征。
拉。BF 四高级滑板，还正在玩呢，哇！真的假的？对呀、啊，上线上线上线。等一下，你先等他打、啊。好，你加什么？0000。哇塞！我今天要改0000了。哪有？我现在看才是 close 啊！啊，他的站那边移了。我是说他的标签。对啊，标签是乙啊，现在标签是乙啊，上代是还是 K M I 啊？乙，他还在他的那个直接说，这是账号已遭夺取，如有异议，请联系本人。现在玩应该是他弟哦，那个拿狙击枪打风扇的那个，好烂，好烂，好爱吃哦，他弟耶，最可爱。眼见主席稍后队列死，队列死，他应该打无限极，永远极限有，拿完大阵是吧？哦，他弟，对啊，他弟，对，应该是他弟。二也被夺取，太低能了。Thank you.
又要打王了吧？新血，你刚才讲什么？进来啊！还是第一地图啊？他不容易。第二地图，击杀基地。也加到海鲜的小队，他爽。好。哇，我玩狙击手哎，绝对不是海鲜。绝对不知道。认定呢？我来发了海鲜呢，他在室内玩狙击枪呢，超强。你说他弟会玩哦？敢他弟就拿狙击枪打步兵战车，还打爆了，你妈，你觉得他不会玩吗？那不，那狙击枪把步兵战车打爆哎，白痴啊！强。敢人家用的是 K 子弹。人家当嗨弹来打的，军坦克，现在 C4 坦克，哦哦啊，铁岛铁岛，哦，爆炸了，哇塞，你还用管炸，太贵了吧。太会了吧，爆！你在关战他？没有啊，我在跟他走啊，我在 follow 他当他的支援兵呢，还是哦？关什么支援兵呢？没有啊，干被打了，关支援兵呢？你应该要用医疗兵颠他起来嘛，让他继续打战车。他一个走掏空旷的地方就站了一边，超狂！他要被五子打，他要被五子打死了！哪一张？啊，死掉，死掉！点！啊，好被五子打，操你妈！哪敢？没，烂。快炫烂！不要逼我玩工程兵，我告你。
都这么烂，够烂才敢大声！你要看一下他现在成绩多少？啊，现在成绩二十，够强！你要不要看他后来的那个 KD 值会被他弟打到烂掉？对啊，直接掉到一点多，二点多掉一点。水啊！我会笑死。看你。哈哈哈！你们确认奖品。好逼我拿狙击枪，我狙那么准。搞！哎，好痛！这狙击怎么那么痛？这不是天津的双牙齿吗？感觉一副完听你是多小，所以这不是敌军七星牙齿的吗？感觉一副完听你是多小，妈的！原来是敌军七星装甲车。超级规矩，自己被气哇！怎样？海鲜他弟都已经在亏了，对不对？啊，不是啊，被规矩打死了，干！超级十倍技的白痴哦，十倍技，四十倍技，对对对，装四十倍技啊，他四十倍技，干！四十倍镜有屁用啊！很强啊，白痴哦！事实上，你根本算不出来他的那个下坠点在哪。对啊，拿 N 很强，白痴哦！那什么 N 九八的也射不准的哦。
那叫什么 N98B 哦。N98B 那么强、啊，那可以射最远，跟他那用四倍镜也打不到啊。对啊。你有见过的，而且狙击手还有限制，所以他算是成功的拿到狙击的地位了。三位二开坦二 ，death。最好是那么多追踪导弹啊，靠北啊，干！那你他妈的，干！你知道我从一百滴被追踪到，妈直接爆炸吗？干！还不简单，打爆他就打爆他！他妈的，我一百滴都是被追踪炮弹打死的，干！那打爆他就好了。白痴哦！
坏皮把你打爆，很强。臭怒本，我看你是没被妈斯丁哥打过我。A 点三才中啊！What the fuck？ 让我被八路军打死了，受不了。Surprise, motherfucker！好超人，好爽！来干！哈哈哈哈哈！漂亮，没有那么多重生的啊，白痴哦！太会重生了吧？发的发，还扯淡。
哦，好多耶，要许嘞。太迷吧，很白痴哦。干，海鲜才是太迷吧啦，妈的。太直告，臭龟狗。哎，龟在身上狙哦。哎呦，谢，靠背啊！他为什么自杀？真笑，三级。哦，难道是？靠北，这人超爱多，你能送他一下？Peace.
阿干被刀，靠呗。海鲜真的好贵哦。海鲜哦，骂他。对啊。Super。Super。Super T。Super 线。不要龟你说啥？
该死。要扮女装吗？可是苏甲不在啊。哎呀！怎么会有无敌哦？啊？海鲜几级杀了？哎，29杀，17死，比我少2杀。哦，哦，所以你比人家多死20次，对不对？白痴哦！看穿一切了。我已经看穿一切，就是你该猜错，对不对？Thank you.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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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慧一定要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空房一。水果，小燕燕，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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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你怎么不玩中国崛起资料片的那个《离江天塔》？三小啊，干！妈的，我怎么不玩最终反击的福斯凯亚工业区呀、啊？妈的！是娘炮枪，受不了！什么娘炮枪 ？AK 啦 ，AC 二三啊，受不了！嫩，男人就是要拿 N 四一六。没有啦，白痴哦、喔！硬要跟人家不一样。等只有 M 一六 A 三，所以 A 四。哎，我忘了。是哦，还是拿最初的感动才是真男人。AK 十二，来啊，干，白痴哦，慢抢好不好？对啊，大家都不拿，白痴。关键是，曾经是神枪，现在是废枪的 ACW。屁呀、啊！你他妈的 ，ACW 一耶！对啊，曾经是神枪哎，我开始都拿那把在打。哪里有 ACW 一？从那个啊，那叫卡宾系列的。哦 ，ACW 啊！干，蓝枪。曾经是神枪，我开始用那个打打吊打打。后来发现明明就有 AC 一二三五枪，就后来就拿那个。那，然后拿 AC 一二三一跟 AK 又吊打一堆，然后发现不行，
太娘炮来换，不行，大家都拿这一把，我就是要拿不一样的，我就挑一把 N416 来用。对，为什么我现在只会跑换来换去，像乱马一样干？干，我没装汉化是三小啊，我拿 AUGA3 呢，最神。AC153 FAMAS 还玩卡冰箱了，可以跳鱼哦 ，What the fuck？ 什么鬼跟什么鬼？来点像样的东西吧，好歹是王城。嚯！
拜。另外找战队还是要自己去找人啊？你说 BF1 啊？啊？你说 BF1 啊？对啊。我在。干得太 BF1 了，忍得太 WW1 了，干，伺服器承受不住，很白痴了。你能想象64人分的地雷，不是132人分的地雷一起爆炸吗？干，这伺服器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地图，那么多人数，那么多的载具呢，那么多的击杀，那么多的爆裂。那么多的刺枪啊！那么多的惨叫声，受不了。这样好，这样没有那个数量，我觉得好可惜啊。对啊，不然真的很窝窝哇！你干，骑兵队一定超好玩啊！这真的会干骑兵队，骑兵队不行啊！我觉得骑兵队他妈还没砍到你那边打死啊！干，分数多了一倍，勇往直前。干，为什么还没有32人份的马？干。太少了，不是他的马不是像那个个人装备一样能叫出来啊？白痴你在玩那个，我之前玩那个分 game， 干超烂的，妈怎么连都是电脑？我才不要玩那个分 game。刺客教条三马少，白托刺客教条三可以用鬼步，干，我网路上的教学超低。要留下最后一个人。干你他妈太智障，还教学？你知道鬼步吧？跟你人如果很远的话，你用那长枪可以瞬间跑过来刺最后一个人，你超屌的！干太智障了！打，你这个叫鬼步吧？完了你再打刺客，你再打刺客叫好看哦。鬼步接就有，我就觉得那个影片很好笑，瞬间滋滋跑过来冲过来，怎么把那个捅死，超好笑。那有什么用？不是没什么用，可是我觉得蛮好笑的。那是怎样？那是北京。干，真妈的玻璃心跑过来抓我，哎，干那你。蹲他，杀回去蹲他 ，BF 都这样玩的。他干的摔死，操你妈！干，弹弓虫不要摔死，他妈的！
回城这个方向吗？错吧。被顶爆了。看来是那个吧，游戏一开始在想这件事啊。对呀、啊，有一堆战队看起来都哩哩啦啦。不用战队啊 ，BF 自己打自己爽就好了，干嘛这个烂队啊？你怕怎么比遇到比三十阶还烂？对。妈的，三十阶还有一个连英文都看不懂的老人干。英文都看不懂的老人呢？小陈呢？小陈是谁？哇塞，可能是某个路人乞讨啊。我只知道我睡过他三次，用针。针是三小啊。安娜剩下三次，他的鸟修啊，我好的哦。对啊，你当你的队友在对面，你可以打到暴怒，我就不想了，不知道他在玩什么。这是一种天赋。你知道这所谓输不起就是这种意思，你知道吗？真的是。受不了！为什么下面可以打到我？干！说好的打不到呢？那再也被打中，废！干！妈玻璃心来报仇了，我有办法。妈跟小陈一样台湾人干。还是人家是有实力报仇啊，小陈没有。干白痴哦，剧情哪有什么实力啊，干。白痴哦，他能随便打到我一枪就死了、啊。你给小陈狙击枪还是突击步枪都忙打不到人。干。妈，我永远都记得我们以前最烂的是那个陆可。哦，对啊。妈的，拿散弹枪，零距离喷不死的。我无法。人家那显卡就会烧掉了，白痴啊！是0.2哦，还0.3，我忘记了。人家那电脑不好没，打一打显卡会烧掉没，干。好是吗？最好是。反正就是啊，显卡打一打会烧掉，玩 DM 的时候，常常打一打就断线，电脑自己关机。我也会啊，你嫩啊，干跟他一样嫩啊，白痴哦，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把那个浏览器改成 IE， 因为我之前用一开始用那个微软的那个 HAL123， 我忘记叫 CH 小对啊 ，Core， 现在用。如果那个浏览器还是可以用那个、啊、网页啊，没有那个我用那个打游戏，它会自己宕掉。那你之前玩不是会一直宕吗？后来我把它改成 IE 就正常。那你所以浏览器他妈的也会影响游戏，我真的觉得很低能。没办法。看来
那一块还没看到剧情，还剧情雷呢？哇，那你在干嘛啦？还剧情？不一样，神 game， 烂，你懂个屁！想我什么都懂。好无聊，1520分的大征服，都还没有时间限制，白痴哦！喊海鲜，他地爱这一位有办法啊、哦？我会去连 A C E 的团队时，白痴哦！永远的团队时段，他妈只会打团队时段，但我觉得他每个人都烂战。那我觉得他们搞不好每一个人载具都比小城还要烂。没有啊，他们小城他们载具蛮强的样子。那比小城烂，没救。到怎样游戏可以打到像陆可汗小城那么烂呢？明明平常都有在玩游戏啊。我在想到底什么游戏适合小城跟陆可、欸？你知道吗？他们是平常都一直在打游戏，不是说。玩邀请他玩他的无聊玩笑啊，好啊。陆可不讲了，那他妈小城太扯了，好不好？人家灰尘还至少还是女孩子，那就算了。小城还有他妈被抛了一个30岁大男人，打成那样干，太扯了，好吧？干，我在想到底什么游戏适合他、欸？妈的，那个吧，芭比娃娃换装。太烂了，白痴哦！白痴哦，那个，你有看到一个玩家玩了5000个小时吗？哈哈哈哈哈！你看他玩多久啊？哦，我这玩天才3000啊，那刀子！哦，这很壮观哦，干，糟掉了。啊、我觉得哈赖跟三代比较好玩，实在烂的跟屎一样干。真的啊，哈赖比较好杀，他妈实在干烂的跟屎一样。实在不是好杀吗？轻松点。屁、啊！干实在人妈都吃的蛮牛一样，干都点不死的，我操！每个都是差四 D 干。烂。每个都差四 D。白痴哦，不是娘炮干。Man power 哎，白痴的。Power 用那个用刀，干白痴啊！一路刀到底，刀到底。你他妈真的以为每个敌人都是小镇跟陆可干？哈哈。受不了了，再来弹簧刀了。好
花哥。没什么密友，他移动里面有。有道理。话说你们怎么结婚的？才是最屌的。猥亵的笑，哎，猥亵男。老婆可不觉得啊。为什么摔死啊？干烂游戏玩，我操！干，有够废！你这物理好烂的，我要看。要玩哈拉耶，气死我！你哈拉也没玩多好啊，白痴！干白痴哦，哈拉，我妈的，我真打很强，好不好？白痴啊！搞开车，开车！白痴哦，我打团死的啦，干！还是玩三代好了，妈的！三代要打里海边境啊！不要烂图，要打诺可以团队可以被压加地图啊！不会不玩，诺沙运河啊，白痴哦！人家城墙哎，跟神一样。还可以用火系最强技能，被他吊打。
会改变吗？
Thank you.
Thank you.
相手が悪い。
明天再打嗨大呀，我要先睡了。